嗨，各位旭星科技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是那个旭星科技的春酒。那小编呢，因为是我们旭星科技的颜值担当，所以我就连续两年担任那个主持人。那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可以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春酒。那我们春酒马上开始喽！今天我们都要抽到大奖，科技部加油！Hello， 各位旭星的会员们，大家好。我是 Edison， 我是菲律宾的旭星的总裁。那很高兴大家这几年来对于旭星平台的支持，东南亚的布局也在菲律宾深耕脚步。也希望说大家以后多多注意我们菲律宾的旭星的案子，希望各位多多支持。旭星呢，因为是比较新创的一个科技公司，当初我们找了三家的律师事务所，那唯有呢，在2013年4月份的时候，我记得那个洪律师他写了一个群众募资，应该算是群众募资的先驱啊，在法规上面的这个能够先表率的先驱。后来呢，我就说那我一定要找他，他也非常有耐心，帮我把我的商业模式全部定完之后，他说这可以啊，在台湾也因为有他那当初的用的这样的一个协助，旭星科技才有办法落地啊！所以再次掌声一下，谢谢冯律师。那在此呢，也要恭祝各位旭星的投资人在2019年能够大发利市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恭喜恭喜！Thank you.